高尔夫科技创新领导品牌 TaylorMade 宣布第三代 P790 铁杆与全新 MG3 挖起杆即将在台推出。其中 P790 铁杆除了承袭该系列的卓越性能，也进一步打造出最薄的杆面，创造智能甜蜜点。而 MG3 挖起杆除了在杆面的沟槽之间加入全新微型凸纹，帮助提升切球时的表现外，也重新分配杆头重量，优化重心位置，实现更精准的飞行弹道与倒旋。这个铁杆呢，它是兼具控球跟容错率的球杆。球员在打球的时候，包括消费者所需要的，就是说它有比较理想的距离。其实这个都在我们设计的想法里面。外形做得更利落、更简单，自己个人看的会觉得说很舒服，很喜欢这个外形。刚刚到现场的时候有试过新的切杆之后，我觉得它整体表现就是比我预期的还要再好。秋冬发表会上 TaylorMade 旗下的职业选手们也都出席站台，大方分享自己的使用心得。更有不少人表示已经跟厂商预定两支球杆，优化再优化的设计，全方位满足各种需求，即便是初学者使用也相当适合。喜爱打高尔夫的球迷可千万别错过。